哎，美女好！哎，我到指定的地方了。是啊。哎，你好，您慢慢，尊敬在下，迟到了一分钟，我能投诉你吗？不是大哥，我刚才进屋的时候还没迟到，可是我刚才叫谁大哥呢？啊？再说了，这饭怎么还撒了？我要投诉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可能路上没小心。您不容易，您稍微体谅我一下。您也不能这么欺负人，是吧？那你个臭送外卖的，我欺负你怎么了？我这单就不收钱了。别说你不收钱，好像我欺负穷人一样。哎，去帮我买份一模一样的，剩下的钱当小费。喂，我在微笑堂健身房门口有人晕倒了，你们快点过来。喂，老婆，你要是还不来，我们就离婚。张俊，哥哥查出白血病，你快点来医院。哥哥一定哭闹着找爸爸，你要是还不来，我们就离婚。哟，这也是在上演妇女情深呢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人还有什么用？钱又来了呀。张俊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打我干什么？哥哥都是你害的。讲点道理好不好？什么叫都是我害的？医生说，格格白血病的诱因就是甲醛，就为了你省那么点破钱。去年装修房子的时候用的全部都是劣质材料，都怪你。格格也是我女儿，我要知道建筑材料有问题，我绝对不会用的。小雅，小雅，你放心。只要哥哥能好，做什么都行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医生说哥哥的治疗费要30万，你去借了。如果哥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们马上来。送外卖了。七年前的承诺能兑现吗？当然，2分钟会有人来找你。少爷，这么快就来了？老头叫你来的吧？少爷，扫个码，转账。老头什么条件？回到王氏集团董事会，争取继承人。我一个送外卖的，你让我去争取继承人？钱我转过去了。董事长怎么能看好他呢？杀死子玉了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兄弟有事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就这些了，赶紧把你们孩子传下去。不用了，我交过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把押金给加了？没本事就别逞能。当初我就不同意你们结婚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们？你闭嘴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姐，就我姐夫家的这些穷酸朋友，你能指望他？你看人猛哥，九家健身房连锁店，
就他俩，这辈子赚不了这么多钱。这是住院总，你好好看看。小雅，钱我已经交完了，格格得跟我。拿个破单子，你糊弄谁呢？30万，说交就交了。就是，就你那些朋友，一个比一个穷。说谁呢你啊？安静。小雅，这缴费单是真的。这缴费单是真的。姐夫不会是去借高利贷了吧？詹俊，哪来的30万？你可别连累我们母女啊！千万不能心急乱投医，你缺钱跟哥们说，哥们帮你。我这个钱不偷不抢，干干净净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我是富三代顶级大佬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撒手吧！顶级大佬，你天天戴个破帽子送外卖？你们先回家吧，我给格格找了顶级护工，马上就到。还有，病房里需要安静。兄弟啊，这高利贷咱真碰不得呀！说咱为了那一大家子，这不值当了呀！你要真要碰也行，但是你这30万，咱哥俩得还到啥时候啊？少爷，董事长一直在等您。那你要回去吧，我得去见领导。说让上车就上车呀！老唐，老唐。小军，我等你很久了。钱的事谢谢你，但是你要求的我做不到。你做得到。老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让一个送外卖的当继承人啊？做事先做人。看来啊，我没看错人。我说你行，你就行。说得好听。你们都姓王，就我姓张。那是我同意的。你爸跟逆子跟我玩起来，离家出走，刚出门命就没了。你不跟你母亲的姓，你以为这小命能活到今天？所以我就说你王氏集团危险。继承人再说，先想办法进董事会。那我就答应师傅。我还有个条件。进来吧。他是方雪，以后啊就是你的贴身管家，你所有的决定都要经过他同意。我明白了，你不就是明着在我身边放个眼线吗？这孩子话我你说这么难听啊。他是我送你的左膀右臂。行，都帮我收下了，还有吗？启动司机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你给我开个快捷酒店，出点门，我明天还有事儿。董事长早就把房子给您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？在哪？在哪？山顶一号别墅。南都最贵的山顶别墅。老爸，你敢想象吗？早上的我半生有了一个这样的家。这是别墅钥匙。哦，好。明天会有专职保姆过来，专门打理您的生活。不用老黏黏的，你就叫我老爸，叫我老板也行。好的，老板。还有其他什么事儿吗？再加班吧，谢谢啊。张俊，你要让那些之前瞧不起你的人相信，你是真的顶级大佬。怎么了？花了不敢认了。老板，我们去哪？小右臂啊，位置发给你们了。啊，这都几天了，一个产品都没卖出去，再卖不出去，你他妈就给我滚蛋！
他的业绩我帮他完成。你们差多少？我全买了。你们差多少？我全买了。张俊，你以为你脱了这身外卖的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？你拿什么替他还呀？这个庄大官上瘾了，帮富婆了。我秘书，我早就跟你说了吗？我是顶级大佬。顶级大佬？顶级大佬送外卖？哈哈哈哈！那小胖子，我笨。臭不要脸！你那个破产品我就不要了，把这小破啪啪公司全给我收了。好的。哼，我就看不惯你这种。我，你们先走，这留着我来处理。这是定金。这几天会有人过来和你商量收购的细节。兄弟，你这是富二代？是吗？不是，你都富二代了，你不给自己生产个像样的情况？低调，不落户的。老板，去哪？购物。你们真把那破公司买了？是。哎呦我的个妈呀！你有钱买啥？不就买这破公司？到这儿烧票，到这儿烧票，兄弟，你继承了多少钱？我买辆车。你小心划坏，你可赔不起。你摸一下都不行。怎么了？你们别乱碰，碰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能给我这辆车，小美女，这辆车我买了。你确定你买得起吗？确定。兄弟，算了。刷卡。全款。你可确定是全款啊？你买不起车，拿张破卡装大款。等等，胖子。把这里边所有你喜欢的车全部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当然，没过的车我全买。行，输密码。先生，是您刷的卡吗？对不起，他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代他向您道歉。经理，这卡你还不一定有钱呢。小道，这张卡全球只有十张，你懂不懂啊 ？You are fired。先生，您看您想买哪辆车，我马上带您去试驾。我已经没有心情买车，到店手里啊。这家店买下来的话，我可就失业了。我只是买店，不是裁员。老板，这是一家连锁企业，一共有六家店面，现在这家是旗舰店，如果要买下来的话有点难度。那就把六家都买下来。经理，你先出去招待客户。老板，到我这边来。兄弟，弟弟继承了多少？这是他启动资金啊！你看到刚才那个经理表情，太解气了，让他瞧不起咱。你这位先生是我的顶级大佬。你看，就十万卡都拿出来了，我能不信吗？你出去看看，我准备让你办点事。我欺负你怎么了？你跟我离婚，就为了他是吧？是因为你穷。老板，搞定了。上月。胖子，走了。不，你再让我享受一会儿。走吧。还去买啥药？我太过瘾了。最珍贵的。
你给我咬吧，这是贵啊，这管不了啊，这太为难我了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来看格格的。是我误会了哈，女儿就是这珍贵。张俊这借了多少钱？这车得19万吧。帮我准备一份人形，我不知道。好。哥，那个我就不进去了，我欠我的孩子病了。爸爸。哎，还难受吗，宝宝？天天不着家，现在知道了献殷勤呢。姐，你赶紧跟他把这离婚手续给办了，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借了多少钱高利贷。我刚来的时候，看到他买了新车，车不错，不是你，那就是租的了。你这是沉浸式装到吧？詹俊，有人能证明你借的不是高利贷吗？老板，我问过律师了，胜诉的几率还是很大的。谢谢，这临时办公室提前收拾出来了。我已经安排人收拾好了。我决定从今天开始，胖子正式接管 4S 店，先从旗舰店开始，两周内我要看到效益啊。老板，我觉得还是找个职业经理人比较好。我相信胖子，你知道胖子为什么叫胖子？他以前是卖减肥药的，半年时间瘦了一半，他从200多斤减肥。给你看看腹肌，来，胖子，问你问题啊，你卖那个减肥药好用吗？减肥药那玩意儿，治标不治本，正儿八经减肥哪有捷径？想减肥就得管住嘴，迈开腿。那你那个药卖出去，那不行不行，我能让我自己白流80多斤汗吗？所以我相信胖，只要给他点时间，产品好，他绝对是个金牌代言人。4S 店的选择我赞同，但是只有这一个产业不足以让你完成任务。不急，先把 4S 店运营做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俩说啥呢？什么任务？允许注意进入王氏集团董事会。王氏集团？难道是我那个王氏集团？行了，你先准备功课，明天有你忙的。你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我要用我自己的双手证明给你们看，我是真的顶级大佬。詹俊，有人能证明你借的不是高利贷吗？其实不需要证明，小雅，我钱从哪来的这个事儿重要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格格的骨髓配型，我们家人都应该一起去测验一下。现在就去。我也去。看一下，这大老远跑过去，这吃货东西都补着了。我都跟你说了不用你做配型，今天又不高，我非得去。我这不是为帮你吗？老板，这是离婚协议，律师也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行，不用在里边，我们就在这儿说吧。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只要你，他的医药费也全部由我来承担。我不同意，我都不知道你那些钱是怎么。我怎么可能放心把女儿交给你？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？张俊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们母女跟你过过好日子吗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个开健身房的。至少他的钱是干净的。坐法律程序吧，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女儿有那样一个开健身房的好爸。从今天起 ，4S 店正式归我所有。你们放心，我只是收购。不是裁员，你们只要好好干，我绝对不会亏待大家。这家店从今天起由贾总正式负责，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要不你先去网上看看早会。不服我是吧？一天让你们几个我服服帖帖。老板，他行不行啊？这些老销售肯定都不会服他的。放心，给他点时间。走吧，我们去别的 4S 店看看。咱们卖车是不是得拿业绩和 KPI 说话？是，卖豪车，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
但咱们店里还有那么多平价的性价比高的车，为什么就卖不出去？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没想到你看人的眼光还真挺准。也有不准的时候，学老的眼光就不太行。走吧，进去吧。是车的问题吗？是你们的问题吗？哟，张总来了，讲两句，讲两句。来了，散会。明天继续努力啊！表现不错，服服帖帖。行，家人就是。队长，我可以选吗？选了，这俩行吗？咋？是个不错的想法。健身房？老板，我觉得健身房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因为健身房的运营靠的是长期的会员维护，而不是销售业绩。因为会员的承载数是有上限的，您现在更需要找一些短期内回报率大的资产，健身房不太合适。就是，再说了，人家李猛能卖给你，你不还是得拿钱砸？人家有九家店，你都砸了？砸，是个不错的想法，但是光砸健身房太没意思了。怎么？你有什么意见？我同意。你居然还同意？去办吧。我马上去办。先回4S店了。业绩，这不还没到日子吗？你先送我去趟医院。是我说，这个方案太冒险，你们是不是疯了？啊，人呢？是我，姐夫。你现在知道叫我姐夫了？我错了，你赶紧让那个女郎把我给放开！你跟着我们干嘛？我啥也没干，我就想知道。姐夫是不是富二代？那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是，你是富二代，你是怎么知道了？我都看到你了，超高的，你赶紧让他给我放开！想放开，答应我件事。啥事？我都答应。去医院做配型，我给你姐夫投降。啊！我去！我去！放开他！啊！姐夫。这么跑的劲儿，怎么这么大？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去。他这个人不着调，他的话你别信啊。没关系，也不是第一个人这么说我。哎，你一个女孩，为什么这么大劲儿还会武功？因为生活所迫。姐，吵什么跟瞌睡呢？他真是富二代。姐。什么跟干睡呢？姐，他真是富二代。怎么可能？就他那几个朋友。姐，是真的。我看到他和那女的从高档别墅里走出来。真的？真的。还好这手续还没办，咱们这婚不能离。怎么就不能离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你看清了吗？那个送外卖的富二代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赶紧走。可别让我姐夫看到你在这儿。苏丽，你变脸比变天还快。你听我一句劝，赶紧去跟他道个歉，哄哄他。这婚咱们真不能离。小雅，他是富二代，难道我不是吗？就你那几间破健身房，你怎么跟我姐夫比？苏雅，我最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？你什么你？赶紧走！兄弟，这一家人全了。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怎么？怎么回事？李总，刚才物业打电话来说这边不租给我们，物业退租了。两条路，自己选。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法子？有。什么？等着破产吧。进来吧。这是收购合同，一式两份。你要么选择把合同签了，健身房转让给我，要不就等着破产吧。实话跟你说吧，你所有门店的房东都是我。
你买了九个门店，十九条街。你买了九条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顶级大佬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两条路自己选。张军，算你狠！老板，你下一步是不是怎么回王氏？时机还不成熟，先把酒店接运营好。你别看我呀！你现在一看我就害怕。胖子，你一般减肥的话，除了运动，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迈开腿了，所以就管住嘴。好主意。我同意。什么意思？你俩说啥呢？你为什么让我解决一个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每天城堡都会经过这儿。坐吧。不说点什么？也不会安慰人。我不需要人，我只需要有人陪我喝点。那你应该找胖子。桃花太多了，你不想离婚？回不去了，人总得向前看是吧？哎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是怎么认识我家老头的？我是个孤儿，董事长一直资助我上学。对不起啊，我没事，也不是什么秘密。你从小为什么要练武术？为了给继承人当左膀，从小开始练。爸爸，你不让我见妈妈是因为你喜欢方雪阿姨吗？先回公司吧。怎么这么晚还要回公司啊？张俊，您怎么来了？张俊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好，妈求你了，别跟小雅离婚。啊，阿姨，你别这样。我可不能没有妈妈，你就给小雅一次机会吧。您放心，就算我们离婚了，小雅还是格格的妈妈，她也可以来看格格，格格得到那一点都不少。哎呀，都怨我，都怨我！妈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别闹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好吗？哎呀，小雅，是妈对不起你。哎，妈，不怪你，不怪你啊！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明天我在民政局等你，走吧，妈。老板，胖子说搞定了。这么快？那天突然下雨，我怎会遇见你？来来来来。不是那天突然下雨，我怎会遇见你？来来来来来。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带朋友来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老板张总。张总好，我是王瑞。你好你好。助理方雪，唱的真不错。谢谢谢谢，我以饮料代酒，敬你一口。我好想问你，要不要在一起？王瑞是吧？唱的真不错。谢谢谢谢。胖子辛苦啊！我想了一下，这个酒吧一个月回本的话太慢了，咱们改成半个月好不好？来，举起酒杯，敬大家一个。辛苦了，胖子。走，谢谢。哎，他们这就走了？什么情况啊？奇了怪了，东岳，你说你相中谁不行？你相中嫂子？嫂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别忘了呀。现在有些男生太随意了吧，上来就敬女生酒。是饮料，你吃醋了？这里是紧邻我们三号街的一片公共海滩。这里到三号街只要五分钟的路程，所以三号街现在是人流量最大的一条街。对，我带你到处走走。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眼中，有多少汪洋大海里的梦还在心头。我就说吧，你练武术脑袋后边也长不了眼，女人还得男人来。走吧，老板。
三号街的人流量还不错。那个地址建设公司。三号街的业绩还不错，但是六号店和八号店的运营状况不太理想。让胖子分析大数据，查找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好的。想办法拿到他的 DNA。明白。九条街的自运营连锁店有什么好办法？这个可能得等大厂团队的大数据分析之后才可以做出判断，可能还需要几天，因为要了解周边环境、交通状况，还有下沉客户等等。很慢。怎么是你？我是个洁癖，我看张总头上有个脏东西，我想帮他拿一下。滚！他不是爷的人吗？像是要取你的头发做 DNA 检测，想要验验你是不是亲孙子。我们的进程得加快。好的。老板，按照计划，现有的连锁店都运营稳定，新的项目也陆续准备开业。好，你让胖子把六号街和八号街的门店生意盯紧。老板，你是准备回王室了吗？现在九条街的生意趋于稳定，但是我总还觉得差点什么。可是我们现在的现金流和资产积累已经超过很多王室股东了。还不够。喂？什么？王母说，哥哥被绑架了。等一下，你这样状态不能开车，坐我的车走。将军，要想见到你女儿，先给我准备10000万现金。我先要确定我女儿的安全。你别跟我耍花样，如果你敢报警，我马上就撕票。喂，喂，老板，我们报警吧。哥哥被绑架了。什么？是不是王家人干的？我去查一查。好。喂，将军啊，我确定不是王家人干的。舅舅，我想回家。哥哥乖，在这陪舅舅玩一会儿。你就回家好不好？舅舅，我饿了。等会儿舅舅问一下，干饭从哪里来。能不能快一点，孩子都饿了。这是绑架，绑不让绑，还要好吃好喝供着。少废话！我要不是为了钱，我能跟你同流合污。哎，你怎么没给我哥哥买他最爱吃的蛋挞呀？你清醒点行不行？我们是在绑架，要什么蛋挞？我就没见过绑架绑到酒店。还有，你用这刀绑架他，没搞错吧？我就说这地儿不行。你以为我们在拍电视剧啊？随随便便能找到那些废弃的高楼，你赶紧给他打电话。怎么样？不是王家人会是谁呢？就是这个号码。喂。现金准备好，到指定地点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怎么说？你先报警，咱们先过去。哥哥。哥哥，哥哥在吗？哎呀，哥哥，哥哥，舅舅，我想回家。我先藏起来，藏起来。去酒店等我，敢做不敢当，退！我就只答应你把哥哥带回来。哥哥别怕，爸我在这儿呢。哥，闭嘴！站着！我钱呢？10000万现金，需要时间准备。我得确定我女儿安全。你他妈敢耍我！我要钱，我现在就要！别激动。钱马上就走。你能把他报警？你能把他报警？哥哥没事吧？没事，睡了。哦，
苏丽现在抓到了没有？苏丽怎么会这样？你去查查苏丽为什么缺钱，还有李某是怎么回事。他不是把健身房卖了，挣了不少钱吗？李某被抓以后交代了，他拿健身房的钱买了一家酒店，但是经营不善，不仅钱全赔光了，现在还欠了银行贷款。那我明天去李某的酒店看看。 你觉得短期内能回本吗？那肯定能啊！不过我是没想明白，李某能把这个地段的酒店给干了。是管理的问题吗？李某应该不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价格定位的问题。联系方雪，着手收购，定位管理一关。哥，咱能不能换个人使唤？我早三六九，我腿都跑气了，哥。 我想求你帮帮我，坐吧。张俊，你就帮帮苏丽吧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弟弟啊。我知道，我都听格格说了，她倒是没给格格怎么样。但是法律的制裁不是我能左右的，你劝劝早点自首，争取还她助理。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苏丽为什么要那么多钱？苏丽被李某骗了。 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资了酒店，连妈的房产都赔进去了。这酒店一直在赔钱，现在连银行的贷款都还不上。你回去吧，劝他早点自首，钱的事我想办法。他干嘛呢？你居然还帮他！苏丽毕竟对待姐姐还不错。 说正事吧，现在接找怎么样了？有两家已经在走过户了，还剩一条。是有什么困难吗？一直查不到持有人是谁。你得抓点紧，不能藏的时间不多了。老板，最近王氏的王启南一直在少量出售王氏的股票。你资金还有多少？股票和酒店只能选一个。我选酒店。是吧？找到了，不过是王氏集团。那就换条件。 那条街你得去看看，那条街不选可惜了。这就是你说的不买可惜的街。你别晃啊！你喝多了。你家在哪儿？我家？我没家。那你要不？ 去我家凑合一晚上。你让我住你家，你喜欢我？喜欢？你不喜欢我？你不喜欢我，我不住你家，放开我！ 解酒的，谢谢。明天陪我去买两身衣服，我准备回王氏集团。好，那我去云商空间买两身女装，给你凑齐女装。确定吗？确定，董事会已经发通知了，马上召开会议。王瑞为什么会帮他？这个一群废物，整条街的产权过户，这么大的动静，你们居然都没发现？对不起，老板。 今天呢，我要宣布，你们呢可能都已经知道了，进来吧。爷爷，王氏董事会可不是谁都能进的，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。就是爷爷，该有的考验还是得有嘛。你们有什么考验项目？爷爷，集团最近正在竞标富丽岛的项目。 红盛集团就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不如就请张俊想办法让红盛集团退出这次竞争，这样我们就一定能竞争。我同意，你们呢？王瑞，哎，爷爷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哎呦，爷爷，你可饶了我吧！你知道我对这些事儿不敢，从来不掺和他们的事儿。不过爷爷，你放心，我谁都不帮。那就这么办吧，张俊，给你两周时间。
让龙胜退出这些竞标。是，没什么事啊，散会。又成了吧？方法太多了，从根本上切断宏盛的资金链是最立竿见影的方法，或者直接谈判收购宏盛，但是这两个方法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流。的确，时间太紧了。老板，我觉得这个任务我们完成的概率不大。那我们就去换。你查一下宏盛地产现在做的最差的项目是什么？我们用最好的三条街换它最差的项目。老板，这放心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，三条街算不了什么。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资产。你通知胖子，明天让他去谈。怎么样？啊，他们顾总说呀，想要置换可以，但是咱们筹码不够。他们还想要健身房和轻食店。你怎么说？我说我自己做不了主，我得回公司问问股东。干得漂亮！他们两天肯定还会来找你，你先别着急见他们，过几天再打烊。欲擒故纵，那我懂一个。哎呦，宝宝回来了，先开心吧。开心。姥姥说风水阿姨是个坏女人，叫我不要跟她玩。不是我说，你的丈母娘，前丈母娘，这一天天都瞎教孩子，教啥呀？这都是。你是不是不忙？忙，我可太忙了，我就先走了哈。宝宝，你听爸爸说哈。嗯。姥姥跟你这么说呢，是因为他爱妈妈。爸爸妈妈分开也不是因为方雪阿姨。那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分开呢？因为爸爸和妈妈在一起不开心啊。那我不嫌弃方雪阿姨了。好，爸爸知道了。你写作业去吧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们家再跟格格说些有的没的，别怪我停了每周一次的探视权。老师大半夜叫我们过来，我想再玩会儿。别提了啊，说正事儿啊，规定的期限已经到了。家具任务完成了。我宏盛集团也是老牌房地产公司，他说退出了就一定退出了。退没退出，招标会结果出来就知道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地产公司的人在庆祝。哎，爷爷，富力岛的地咱们是不是已经拿下了？爷爷，宏盛地产没有参加这次竞拍，我们拿下了那块地。绝对不可能。你是在宏盛地产有眼线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张俊呢通过了考验，成为我们董事会的成员。从今天起一年内，你们几个小子啊，谁的年龄越高谁就是王室的继承人啊。等一下爷爷，爷爷有事吗？我想要富力岛那块地的经营管理权。这个啊，我可说不算，还是要看你的经营方案，谁的好就给谁。王家的规矩啊，历来如此。那我们就比比方案。那就给你们两周时间吧，散了吧。等等，你是怎么得到的？你是怎么得到的？我用十二星座街区运营最好的三条街换的。你这么狠啊！这种自损八百伤敌一千的做法算是作弊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还是毫发无损呢？你还是把精力用在富力岛的经营方案上吧。保重身体。老板怎么样？哎，胖子，这儿附近风水怎么样？你这不明知故问吗？你们家是南都首富，你总部都定在这儿了，风水能差吗？那就买一栋去办。这个嘴呀，我天天给自己找事儿吧，你就。今天晚上请你们吃大餐，因为从今天往后会更忙，我准备要富力岛那块地的经营管理权。怕什么？走吧。你疯了？都不好。太普通了，这是大数据的结果。你觉得他们不会用大数据吗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我们整个的富力岛，我们在这儿、这儿，还有这儿，是我们三家酒店。想到什么了？我明白了，我们的酒店将富力岛围在了中间，三家酒店分别紧邻机场、火车站、
码头，你是想搞原生态度假村？对，你去王瑞甲把他叫过来，我们一起聊一下整个度假村能够运营的娱乐项目。王瑞，对，你别看这个少爷别的不行，玩他绝对是个好手。好，这不就是锦绣桃源吗？将来必火 ，slogan 我都想好了，丰盛度假配套，遵从我旅居店。哥，你这店不错呀。哎，可惜了，就是太偏了。还行吧。哎，宝贝，我问你啊，像你和你的朋友要是去郊区玩的，是吧？哎，哥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像什么极限运动呀、露营啊、音乐节呀，都可以在你那块荒地搞。不错呀，这就让你猜出来了。这有什么难的嘛？咱们家做生意，就你比较有创意。你这脑子，不做生意可惜了。可拉倒吧，做生意多无聊呀！搞音乐它不香吗？对，哥，就是咱们要是在做音乐节的话，你看能不能给我分个主舞台呀、啊？搞个压轴什么呢？可不可以？我觉得吧，可以有。太好了，老王家还是你比较靠谱。领导，有什么吩咐吗？王瑞的演唱会办了吗？领导，你现在这活越来越难了，你这让我怎么办嘛？做得好的话，奖励票房。能办，必须能办，我现在就去办。王帅，你找我？我想邀请你。去我家吃饭。去你家吃饭？对，哥过生日，他特别想邀请你。好的，老妹。你去忙吧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们许个愿吧。生日快乐。爸爸，我能把愿望说出来吗？你许的什么愿望？我许的愿望是希望妈妈和方雪阿姨能搬到我们家来住。格格，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喜欢的人才能来住。爸爸，你不是喜欢方雪阿姨吗？格格，我们切蛋糕，好不好？切蛋糕，好。一二三，呀！老板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等一下。我想跟你说刚才格格说的话。我知道嘛，童言无忌。小雪，我想跟你说刚才格格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你懂我？我都听你的。好，你走了。有多少汪洋大海里的梦还在。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。詹俊不仅进了董事会，还拿到了富丽岛的运营权。去实施必反，一定不能让他把富丽岛的项目做成。怎么可能？上来吧。老板，你找我？对，我有种不好的感觉。你去通知胖子和大婶，有电影的房子环保，一定不能让敌人在我们之前动手。你去城里找几辆什么配料？好的。喂，张俊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以当做这些事我都不知道。张俊啊，你以为你就没什么把柄吗？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想动？算你狠。哥，你这话的意思我就当作是大家的事。一年时间已到，经集团财务统计，你们几个小子业绩最好的就是王氏集团的继承人。继承人就是张俊。送外卖的，我欺负你怎么了？
我干什么？顶级大佬，你天天戴个破帽子送外卖？我是喜欢小雅，我帮她不行吗？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识好歹？我终于证明了我自己是顶级大佬。你懂事儿。待会儿陪我一起接哥哥放学。好的，老板。没有人的时候，可以换一个生活了。好的，哥哥爸。走吧，老刘。你臭不要脸你！你生意早晚黄。喂，妈，你来接一下我吧。啊，我在公司没开车，别人找你开车走了带着放学。你妈接回家去吧，想回家了。爸爸，方雪阿姨是不是要搬到我们家来住了？你希望方雪阿姨搬过来吗？嗯，哥哥爸，我还是觉得我们结婚以后我再搬进来，我不想让别人说你闲话。好，那我就选个好日子结婚。哥哥，你爸爸都还没有向阿姨求婚呢，你说阿姨答不答应啊？方雪阿姨，你和我爸爸结婚以后是不是就是我的方雪妈妈啦？你小机灵鬼！妈妈，乖女儿，嗯，你跟方雪阿姨去玩，爸爸跟妈妈有事要说，好吗？嗯嗯，来。你怎么来了？詹俊，我最担心的还是格格，我希望他幸福快乐的成长。如果他真的对格格好，我祝你们幸福。你放心吧，我跟你一样，格格也是我的弟弟。苏雅，你祝你幸福。嗯。我在王家隐忍蛰伏20多年，现在终于当上继承人的夫人。张俊，我只能让我的小孩当下一任继承人。